如果想见到以灿活着回去，现在开始最好找我的化学所。以灿在什么地方？身为爸爸的人怎么可以对孩子做出这种事？非得对孩子也这样吗？对我做出那种事还不够吗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这次要我彻底的把你处理掉吗？啊！阿姨，我妈妈是因为爸爸才变成那样吗？爸爸他是坏人吗？明天晚间九点，《High Class》亲爱的谎言精彩大结局。